各位委员，各位监理的官员，大家好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这个建县东沿岸最大的目的是，应该是要开发广慈那一块地吧，这个建东沿岸如果没有成功，广慈那一块地可能要永久再养蚊子了，这个是台北市政府为了配合社会局。那个社府用地的那个一个措施了，我想不到说刚才还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给你的那个东沿，最主要的就是广慈这一块地，然后就是当地要发展的一个措施哈。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委员把这个眼光放长一点，让我们这个地方得到有机会得到缓冲这样哈、那刚才这个他们都赞同，前几很认真，很打拼，为了这个案子在，就是很用心在那个啦。但是我们这个前海林市的南侧的这一块地哈、现在被规划为这样不像话了，已经。里里浪浪，台语话说里里浪浪。那个，两边都是七楼的哈，它也不是整块完整的那个建地，现在倒了中间还有两栋，没办法，就是配合现在联络开发的。那像现在被规划出来的遗漏的这一块，以后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去都更了，这个错在你们田里，你们变成永远的罪人了。这样把它空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他们开发不成的话，那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交代了。你们见到困难就转头了，就转方向了，要把它这个完完整整的地弄得七零八落。这个我是不赞同的哈、这个还是希望你们能更用心一点哈、那这申请书是我写的哈、那因为经过你们都市计划委员会之后，它里面大概也有很多的错的那个比如郝市长他也把它写到，我不知道是怎么会都没有在校对啊。我们针对这个连开，因为这个是台北市政府都跟连开有一个那个矛盾的那个政策哈、我们今天要求住户连开之后能得到一平六万一平，然后得到加一个停车位，这是因为以连开的方法，我们达到这个都更的目的，我们也希望说。这个由我们都市计划委员会这些委员能专案办理，把这个案子整体的让他这些住户都有得到一平换一平的那个目的哈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在其实台北市政府原本这个之前都没有。就在都更政策之前都没有这个问题啦，但是因为郝市长鼓励都更之后，变成说，都更可以一平换一平，为什么连开我们不能一平换一平？那我们的最少要求，希望在你们都市计划委员的手里，让他专案办理，然后给这些。所有的住户达到这个一点小小的心力，谢谢。下面是编号26，有关地下创业部分，王以文先生做代表。主席，各位委员，我是地下创业的部分，尾段创业的部分。我有
山林这个诉求，第一点就是坚决反对穿越民宅剥夺私人权益，第二点就是捷运的穿越增加我们日后都市更新的困难度，第三点呢，尾端停车区非营运行车区可放慢速度，不受200公尺半径弯度的限制。那么我一点一点来说明。第一点，我们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穿越民宅呢？我们这个民宅啊，就是我们一辈子所挣起来的一种财产啊。那么无端无故啊，政府啊在桌子上随便这样画一画，就把我们的权利剥夺了，合理吗？也就是说，虽然给一点补偿费，可是土地啊，主要跟捷运公司共同持有，将来要做什么什么，都要捷运批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第二点，捷运的穿越呀，增加日后都市更新的困难，因为我们所住的房子啊都是40多年了，就是应该要都更了，可是普通这个都更呢都很难能够协调好。那么捷运穿越地下以后呢，将来这个建筑的结构啊，以及什么什么都要跟捷运公司批准呢才可以。那么平常都很困难啊，再加上捷运公司的这个干涉啊，那这个都市的更新就更加没办法了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尾端停车区呀，他说是那个弯度啊，受这个200公尺限制的限制。其实中坡南路啊有18尺宽啊，应该可以循那个18尺宽的道路啊来兴建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建议啊像淡水线这个末端的淡水站啊，它是多建一个月台就解决了。那多建一个月台呢，广慈博爱院那一块地啊有几千坪，所以多一点点这个地啊不就解决了吗？就请这个各位委员呢详细的啊再考虑一下。还有刚刚说原来的规划穿越的民宅啊有12栋，那现在呢改一改说变成5栋，是哪5栋呢？现在呢还说不清楚，请捷运局呢说一说到底是哪5栋，不要保密啊。以上我就这样简单的说一说，谢谢各位。谢谢黄先生，我们下一步。接续编号32，张新颖先小姐不在场，然后32之1侯彩云也不在场，那最后就请张海秋先生代表。谢谢委员，我
我是第二次站穿越区进入六段，从七十六巷开始穿越区到130号的部分。哦，我们穿越区的从我们78号开始就穿越到130号，等于说穿越我们民宅差不多进入差不多8公尺的地方。等于说我们民宅，我们三分之一是在地下穿越区，我们所有的住户，我们三分之一是地下穿越区。结果捷运局把我们穿越以后，所给我们的那个划定为整个区块，我有附上给委员，我前天也有 email 给我们的那个主席教授，我们局长 email 上面有我的图跟那个问我的说明。我们是真的是要求不多，我们只希望说捷运局帮我们规划，当初帮我们规划的话，规划的是划定区，划定区的话，那里面就相对是给我们的奖励，稍微容积法定容积奖励就 OK 了。结果捷运局是在规划的话，是在我们容积越多规划了越多容积，越多容积那个都跟的话，好像奖励越少。越少容积奖励越多，这是错误的计算方式。我希望说捷运局、都发局能够把这个改正过来，我有改正的方案在呈上去给我们委员做参考。好，以下报告这样子。我们这样子，我们一共有266户的那个住户坚决反对，捷运局假使说没有适当的给我们沟通协调的话，我们是事实，我们保护自己的家园。我们所有问题就出在说容积的奖励的问题。谢谢，谢谢委员。好，谢谢张先生。还有吗？没有，以上就是全部的登记发言。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那个刚刚就。